天文台话，受到强烈东北季候风同埋南海附近一个低压区嘅影响，令到本港嘅天气转凉同埋有雨。本港咧嘅天气咧就会系密云有雨，咁天气咧会开始转凉啦，咁气温会由初时大概20度咧就会逐渐下降到今晚咧就大概系17度嘅。星期六气温咧就早上嘅气温咧就会慢慢开始回升啦，咁我哋而家预测咧去到星期六嗰个最低气温咧就会系18度，咁星期日咧就再会高少少，就会升翻上19度噶啦个最低气温。天文台话，展望未来一两日，朝早气温都系得17度，而风势亦都会颇大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